大家好，这里是 KTV 频道。今天是我们学术演讲录的第102讲。我们今天想谈的话题叫做《周易》是怎么变成了哲学著作。经常听到有人说，刚看几句《周易》乾卦，似乎多少懂了一些，可是马上就看到所谓的"河图洛书"，立刻就晕了。尤其是那几个白圈跟黑点儿，上下左右摆来摆去的，它们和《周易》究竟有什么关系？还有所谓的"河出龙马，洛龟出书"这样的怪事儿，难道真的存在吗？人和自然界的动物难道有这种对应关系吗？那么，最早出现"河图洛书"这一概念，目前为止是在《易传》的系辞传当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是故天生神物，圣人择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现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择之。”这段话说的非常有意思，它大意是讲自然界中产生了饲草这一神圣的东西，圣人就把它作为推求卦象的法则，天地自然的一切变化，圣人就以卦象来模仿，天象的变化表现出吉凶的特征，圣人也以卦象来形容啊。黄河里龙马送出了图，洛水中神龟送来了书，圣人也以此作为画卦的根据。那么究竟送来了什么书、什么图？古往今来，没有人能够给予准确的回答。更重要的是，圣人究竟是怎么做这个择河图和洛书而画出的八卦，这是个千古之谜。而且，关于哪一个是河图，哪一个是洛书，从宋代开始，易学家们一直争论不休。那么，河图洛书在圣人创造八卦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目前为止，整个学术界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自圆其说，而且又能得到考古学、古文字学和易学的印证啊，因此这是个千古之谜，存而不论。择之河图和洛书做八卦这样的说法，在本质上，哲学上我们给它个定义，或者说宗教学上给它个定义，叫做神道社教。什么叫神道社教？这个术语最早也是出自《易传》。在《易传》观卦的彖传解释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特，圣人以神道社教而天下服矣。"这段话的意思，他是说，圣人观察，发现天地自然的运行法则，在四时的节气交替问题上，居然没有出现任何失误，甚至也没有任何的偏爱，于是就认为天上有神灵在主宰着这一切，所以圣人就决定以天地自然的神明之礼来教育臣民百姓，于是天下的臣民百姓们从内心中开始佩服和服从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因此，在《易传》的作者看来，仰观俯察、进取远取，直接做八卦，还不是100%意义上的神道社教说的证明。而"河出图，洛出书"这种怪异的传奇，才是天生神物这一传说的一个印证。因此，圣人择之才能顺理成章啊。如此一来，才体现了所谓神道社教这么一个要求。这也就涉及到了《易传》对《周易》哲学的解释。经和传
本来是古代中国学术史上经常见到的一对术语。周易被称为经的概念，最早目前为止是出现在庄子一书中。但是在古代中国，周易作为儒家经典之一，一直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它被公推为是群经之首。再说传，传的本意是解释经的啊，所以解释周易的书在先秦全部都可以称为易传。那么今天保留下来的啊，解释周易的书就是著名的易传，我们又称为周易传，它由七种十篇文章组成。这十篇文章成了我们后人理解周易经文的辅助和语义。因此之故，易传被人十篇被人称为十易，就是十个辅佐的翅膀，就这个意思啊。那么易传中大量出现了子曰和体现出的浓厚的儒家思想，因此呢，古代易学史上都主张易传的作者是儒家的祖师爷孔子。那么易传的解释是否就很符合周易卦爻辞的原意呢？很久以前我在书里这么说过啊，不光是我的周易发生学这本书，还是我的中国易学这个书里，我都这么讲，我说我们看周易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它是讲象学啊，大象的象。而我们看易传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它是讲儒学。正是儒学这一特点，才是中国先秦哲学走向成熟跟发达的重要标志。那么到现在为止啊，我的这一观点依然保持不变。易传最有学术价值的地方，就是它从哲学的角度第一次对周易的象学思想体系进行了全新的解释。从此以后，周易就不再是卜筮之书了，而成了古代中国哲学的开山经典之一。我想用旧瓶装新酒这句尽人皆知的话来形容，也就是说，易传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周易这个旧瓶被装上了儒家思想这个新酒啊。首先在对周易的基本认识上，易传作者正式提出了周易学说的四大体系。用他的原文来说，就是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上其辞，以动者上其变，以志气者上其象，以卜筮者上其战。那么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讲周易这一部书实际上包含了圣人四个方面可供人们学习的道理。哪四个方面呢？想要用它来指导人们思想跟语言说话艺术的人可以学习它的文辞，想要用它来指导自己行动的人可以学习它变异的特点，想要用它来指导自己制造工艺的人可以学习它对卦象和形象的把握，最后一点，想要用它来算卦预卜未来的人可以学习它的占卜方法、占筮方法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易传诞生之前，周易却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以卜筮者上其占，就是用来预测未来、算命啊。但是正是由于易传的出现，致使周易的占筮特点从第一位退化到了第四位啊。原始的唯一性目的和体系，现在被改造成了具有四个并列的新的周易学说和功能属性，既保留了传统，又对传统进行了全面的革新和整合，这就是易传对易经解释的最伟大的贡献。不仅如此，易传的作者对圣人作易的宗旨还提出了全新的解释，他明确了周易被制作的过程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进取助身，远取助物，于是始作八卦。这个意思就是说，古代的圣人抬头看看天上的各种天象，低头看看地上的各种地理，还俯察了地上天上各种动物的花纹，以及地面各种植物的生长与分布，加上吸取了自身的生理特点，又吸收了自然万物的生长规律，于是提炼总结出了八个基本要素，创出了也就是八卦。那么八卦诞生以后，圣人就开始了"观象细辞焉，耳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具体的64卦卦象和卦爻辞的创作过程。所以《易传》的作者非常详细的讲述了利用试草50根试草，通过十有八变，就是18次演算，得出某个卦的卦象，也就是从试草神物理解自然万物物象的这么一个完整的过程。他这就是他的宇宙解释学和宇宙发生学。他就把前人非常神秘的圣人作易的过程和我们后人占卜周易求出卦象的过程紧密的联系起来了，完成了占卜向哲学的升华与转变。所以周易从此以后就成了哲学，而且成了中国哲学的最高原点。周易里和易传里全部的概念都成了中国哲学后代历朝历代的核心概念和价值范畴。啊，谢谢大家观看。在本节目结束之前，如果您感到满意，请订阅本频道。您的订阅就是对我每天努力制作节目的最大支持。让我们一起传播真相，了解世界和中国真实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进程。谢谢大家观看。